大家好，我是 Jackie Chan， 今天我会同大家简介一间即将上市的新股，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，股票代号是6178。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1996年，主要的业务包括了经纪及财富管理、信用业务、机构证券服务、投资管理及海外业务。公司就成功于2009年8月4日发行了 A 股的股票，当时就筹集了超过109亿的资金，2009年8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。以此次 H 股最高的定价来计算的话，则上市发行价相对 A 股上市光大证股份存有30%的折让。根据招股文件，光大2013年的盈利为2.06 亿人民币，2014年的盈利为20.68亿人民币，按年就增长了 9.05 倍。至于2015年的盈利为76.47亿，按年就增长了 2.7 倍。但今年首三个月的盈利为6.2 亿，按年就跌了 5.9%。 由于公司的收入主要来自证券交易的佣金和资产管理的收费，所以业绩受到整体股市交投多寡的影响。公司表示，今次集资所得的款项将用于发展资本中介业务、境外业务及境内外平台的扩张，发展财富管理业务及机构证券服务业务，用于营运的资金、后台系统的搭建和一般企业的用途。光大主要股东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持股超过29%。除此之外，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都持股超过29%。本次上市它将引入8间基础的投资者，其中国企恒建国际投资、中国船舶资本、中国建筑旗下的中建资本将会认购 16.6% 的 H 股，合共认购是 3.39 亿股。其他基础投资者包括中国人寿保险集团、交眼旗下的交眼国际、宝城保险、大众交通及三商美邦人寿保险，将会认购 2.1 亿美元的股份，相等于 16.38 亿港元的股份。再来跟大家讲下招股的资料，今次全球发售的股份有6.8亿的，每手股数是200股，招股价介于11.8至13.26之间。至于香港公开发售的股数有6800万股的。国际配售方面有6.1200万股。今次的集资规模最高去到90.1600万股港纸的。至于上市的时间是今年2016年8月18号的。今次包销商包括了中国光大、美林、瑞眼、建眼、交眼、光眼、新鸿基、招眼、元大等20间券商的。至于保荐人方面，则有中国光大融资有限公司、瑞眼证券、美林远东等。今天的介绍完毕，谢谢。以上纯属个人意见，不构成任何的买卖邀请。本人曾慧荣为证监会持牌人，截至本评论发表日子，本人同埋联络人者并无持有全部提及嘅资证券所拥有嘅财务权益。